今天要来去昆丁度假新宿，要来去那吃好料的咯。我想讲，优活度假村内底有一间餐厅叫做料理王，伫迄个所在，将着台南的锅菜全部伫遐给伊做出来，有影无？啊，这个度假村看起来真好呢。转嘞转嘞转嘞，这个房间赞哦。够一个这样大的海景呢。来来来，开始要来吃台南的锅菜了。哎呦，炭烤乌鱼子，冠军卤猪脚，蜂巢虾，什么豆菜米也有哦，古法盐焗鱼，来看一段直播。古法盐焗鱼由黄师傅来表演，来，啊怎么样？哦，爱先来讲哦，这什么盐？这幼盐。我们稍微有改良了，就是因为以前是用粗盐，那我们把它改良，用那个细盐，然后跟那个蛋白，它这样是比较好塑形。哦，是安尼啊。它袂，到尾用粗盐，无伊会食，以后拄着食伊会食袂，会变愈咸。是是是。啊，这内底啥物鱼？这因为俺今仔用的吼是用那个红尼螺，吼。红尼螺鱼。嘿，对，就是把它强调原味啦。哦，我们没有用很高档的鱼，哦，这样子爱怕剩，安就是要食完味，安就是要强调讲吼，这个用红尼螺这种，加乌骨鱼这种鱼啊，有吼，对咱食个足好的，食起来气味就足好个。哦，安尼。嘿嘿。啊，这拢无烤软，它就是整只吼，在腹内吼，拢甲它握起来，从腮这边挖都没有破肚。对。嘿，啊，然后把那个内脏掏出来以后，塞那个蒜头。嗯。哦，拢足拢完味个啦，一切拢完味嘿。啊，这鱼啊要选的时候，敢无爱选讲偌几斤大啦？哦，这啊愈大只愈好，肉愈大只愈好，嘿，愈大只肉愈甜，嘿，哦，嘿，肉愈甜用盐，嘿，安尼，伊安尼讲的吼，伊这个这丁兰吼，调羹麦甲用的原因就是吼，安尼较袂讲变死咸嘛，吼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把盐焗在上面表面，让那个盐那个咸味安尼浸落腰，哦，浸着咸味就好啊。哎，啊，它会阻隔，啊，然后再把那一层染，把它，哦，弄掉，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你看到爱把迄个染弄掉。嘿，对，等下剥又开。嘿，安尼。规杯安尼拢圆形吼，
我这有几斤盐嘛？这然后两包就有啦。两包就有啊。嘿。刚才看做好几块嘞，哎，优活度假村哈，花朵现在哈，来，这是哪里呀？优活度假村，料理王餐厅，啊，料理王餐厅，台菜料理，嘿，这样子，然后。服务人员等一下会帮各位把那个鱼鳞剥掉，他所以把鱼肉弄出来，那个酱料。对对对，好，来，大家鼓掌姐，鼓掌哦。阿神鱼，滨鱼白菜肉，安井米糕。啊，这敢不是传说中的鸡啊李多比，查甫食了顶替替，查某的走气味，哇！欧尼，吼、哦、吼，我今仔暴时啊，我要来吃啊，吼，多谢收看。